英雄的技能，火焰戟，然后盔甲术还有战士精通应该不会变。斗气攻击，啊，这是原来的愤怒，武器精通，然后快速武器变成了被动，终极斧剑。这是三种，然后这原来是虎咆哮，然后是斗气技能，然后自我恢复，额外攻击，忍耐，然后是 Magic Crash 模仿无效，他头上 Enrage 万能岛勇士一致进阶斗气，战斗精通有50武士，稳如泰山60进阶终极攻击，这是狂怒连爆，そうだね、ジュバ战灵附体，苍山六脚的你，它会生成一把，在后面有一把剑，然后自动进行攻击。第三个是斗争本能，숨을곳은없다，切。最后一个是剑影分身，막아보라